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 John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隐藏的军事基地。那这个军事基地呢，这个模组呢非常的大，可以看到身后有那个挖土机在挖那个石头，然后你看它的水抽干了，然后这边居然还有消防车啊，是避免有意外吗？每个都戴面罩，准备待命就对了。 OK， 旁边还有救护车啊，真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上面有那个斜坡，去上面看一下好了。我先开一个车上去看一下，这斜坡好高哦。哇，开上去还会撞到这个地霸王啊。哦，好多台哦。哇，这有多少个军人进驻在这里啊？超多台地霸王的、啊、还有吉普车哦，酷。再上去看一下。不会吧，这么吃力哦。我下来好了，会不会滑下去啊？不错嘛，还可以这样子哦，直接停在上面不会动啊。我用跑的哦，这个背包好吃力啊。上去，我这边停了很多直升机哦。为什么这个军事基地这么的神秘啊？居然还有直升机待命呢，他们为了这个任务还把这个水抽干了。OK， 这边还有飞弹啊，是怕外星人入侵然后准备的一批飞弹吧。这个人好像某一个科幻角色，是不是那个奇异博士啊？不管他。那有两台天煞耶，看下这个天煞。等一下，发现后面有人呢，这样不会被烧到吗？会被烧到，试试看。可以，他居然不会烧死哦，太扯了吧。下来好了，我从这边看一下这下面还有什么东西。这边还有一台飞碟坦克车。好大。那边有个飞碟，总共几个飞碟啊？我们等一下算一下。等一下，后面还有一台。这边也可以一台。然后为什么它飞碟后面都有两个坦克车啊？这一台飞碟一二三四，看一下另外一边。OK， 这边有一台五六七。这边总共有七台飞碟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边怎么飞碟这么多啊？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黑盒子吗？还是飞碟里面的盒子啊？ OK， 我们开这个吉普车下去好了。高尔夫球车放在这里是干嘛啦？我踩破那个玻璃了，这个灯踩破了，啪一声。OK， 我们就直接这样下去好了，应该可以下去吧。有点陡。是这里吗？感觉没有尽头啊。好可怕。不好意思。对，是你的错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另外一边好了。这个急救站的招牌，绿色的哦。绿色的招牌。这边在干嘛？它是
这是体罚吧？是体罚。又有辣妹，为什么桌上没有东西啦？这样子这样很怪，在聊天吗？而且太阳这么大，不是的。哦，这边还有挖那个，这是挖油的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靠近海边的地方，看一下左边好了。欸，那个黄色的三角形，欸，是可以进去吗？进去看一下。欸，可以进来，欸，有桌子在闪，欸，我代表它其实是有东西。欸，怎么东西一下就不见了？有一个蛋，欸，转过来又不见了。啊，可能是模组太大吧。好，出去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坦克车在这里，可以坐吗？哟，这台可以坐。等一下再玩它好了。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。OK， 这里好多人在守。这边有核弹，为什么有核弹？这不会是要把飞碟摧毁吧 ？FIB 的飞碟，呀，这会掉下去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在这边守在这边啊？哎，好多盒子哦，装饰用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山洞，这山洞下面还有什么啊？它是有落石吗？好多石头。对啊，石头好多哦。这应该是船。欸，鲨鱼怎么掉下去了？这样鲨鱼还可以活吗？啊，马上挂了。这船，这样船怎么下去啊 ？OK， 我把水装回来好了。这个水把它关掉了。OK， 这样子就好了。整片都是海洋啊，对不对？我哎，水都直接冲进来了。啊，这个模组都淹水了。这样子还可以下去吗？要去看一下。是来载我的吗？他居然掉下去了，为什么？我过去看一下好了，感觉好像有东西在那边。啊，那个人就这样子不见了，不会吧？他淹死了。不管他了，看一下那边的飞碟。哦哦，炸到了，直接贯穿。耶，这一堆人在桌子上面呢，一发搞定了，车子顺便炸烂，超爽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还没订阅呢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。那记得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